蹲下。明天中午12点，丽人广场中央区。咱那同行和他手上的客户还没有见过面，所以他们会在那儿先碰个头认领。人来了。好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要先偷走客户的手机，装扮成客户。 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是什么？12点钟方向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上。 人呢？现在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啊？举起手比划一下。加高，举手。蹲下。拍两下手。这个电话号码我不会再用了，别想着找我。喂，喂。 酒吧能干嘛？喝酒啊！哥，妹妹，做生意要喝酒，交朋友还要喝酒。你不喝，那是看不起我们，还是看不起我们老板？放心，就这一杯，喝完了就带你去见虎哥。 停啊，妹妹！怎么样？我这信息位置还在里面。今晚上酒吧人多，要不等汪先出来再行动。不等了，李恩，带大壮你们俩进去，直接把人摁住。 你们到后门堵上，走。是。看来有人快了我们一步。这世界很酷。